概就是这一种方式。如果其实有点钱，我六点然后十点下班，然后在那里就有钱上班，这样就那个班这样大概是正常。六点，啊，那是六点上班，早上六点上班，然后早上十点下班，然后后来是晚上下午五点上班，然后可能就下班了。他是应该要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出现？他是有说什么？我的主持人是大叔。八月一号。